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又聽下顏卓玲於今次即候選呢個影后嘅時候咧，有啲咩嘅心態啦。電影《狂舞班》係去年香港電影票房嘅黑馬，今年亦入圍咗香港電影金像獎六大獎項候選，當中新人顏卓玲先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之後再響今年金像獎越級挑戰章子怡、鄭秀文，爆起鄭同湯唯爭影后。喺頒獎禮之前，顏卓玲嘅心情又係點嘅呢？好啦，睇下電話咧接通咗《狂舞派》嘅女主角，亦都係候選咧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影后嘅顏卓玲。Cherry 早晨 ，Hello 大家好 ，Cherry 好。喂 ，Cherry 啊，嗱，《狂舞派》咧就入圍咧呢個金像獎今屆咧六個提名啦，你就候選呢個影后，會唔會覺得自己有機會攞獎嚟緊星期日？唔會啦，各位前輩都好厲害。